这一轮想的是 Hisome， 你先得让别人喜欢你这个人，你得做你自己，别人喜欢了你，你唱什么都是 Hisome， 如果你不做你自己，你去迎合去追别人，你做什么都不是 Hisome。 对，我们想靠我们的东西做成 Hisome， 我们来就是为了推广。对， Yeah right。怎么说，就是看到他们会给我一种就是我刚玩 hiphop 时候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黑送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最厉害的，我就不应该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地上躺在地上铺个席子睡在那边，我就应该找个演唱会，我就唱这样的歌。 Yeah， 我觉得你们还是很纯粹，我也很羡慕你们。卓卓，我想说，我看到你，我就想到了当年的你。不不不，我想要，我也很羡慕你。对，我觉得卓卓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就不管结果如何，你一定要继续保持你的自由。不要让任何人拘束你，也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。我们俩2017年就认识，参加了另外一档节目，我和他选择了不一样的路，他选择了跟往上面走，收获到了他想收获的东西。小鬼王林凯获得音乐先锋榜2018年度先锋创作新人，歌曲上获得先锋金曲奖。哇、wow。我却往下面走，我同时也收获到了我想收获的东西。我也羡慕到他收获的那些东西也是我需要的。 Yo bro， 我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们需要被曝光，但我不想丢了我该有的态度。他可能更向往我的自由，我的没有约束感。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是痛苦的，都是向往别人的生活的，但是你要学会就是享受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。上一个你勾起了小鬼内心叛逆那一面，你知道不知道卓卓？